这有个彩蛋。对，我们接下来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彩蛋给大家看一下。哇！20，现在是在录是吗？2022年，我们在三亚，然后现在已经到达了海滩。对，拿吧。好，我们已经到达了三亚。就是后续发糖，后续发糖。没关系。恭喜恭喜！哎，他这么一看，他们两个人真的好搭，有售后，是搭的。啊，是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好开心，就感觉也一起参与了，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过程的那种感觉，一整个全程就是观察呀，然后分析，然后我们祝福他们，反正就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长长久久。也希望那个雪饼和深情也祝福一下好了，就是随缘了。我觉得不一定是彼此，但我觉得他们一定会遇到爱的那个人。那就是我觉得南京，我觉得好圆满，还是会让我感觉到那种爱情的那种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好像看到就是以前那种校园上大学的时候大家谈恋爱的那种美好。哦，南京就是一个圆满的落下了一个微。